现在我俩把这个损失安神炮完整打一遍。损失犬阿神炮对练是形意总大连环基本用法，它是五星相生相克，即又一套大用训，它将生生不及，变幻无穷。练是先有法，用是最后无法。我俩现在走一遍阿神炮对练三体式对垒，我俩还有蓄力挺进，我要上，啊，他不管多远，啊，我就上去，我拨了他这手，我是进不崩，也就仅仅10米进不崩，啊，还要退不崩，要拨了我找我走横进，就退不崩，啊，他也可以把那脚抬下来，仅仅独立，再上来。抬的步，上落步，哎，蓬圈，他也破我，我也破他，我回手劈圈，破这个蓬圈，他炮圈，做胯炮圈，啊，他破我了啊，他做胯炮圈，破我这劈圈了，啊，这是个套路，我调步劈，啊，我这步前脚倒后脚啊，啊，我调步劈。踢他也可以打他这个穴位，也可以打他脸，啊，他骗，他一个调步骗，啊，他这脚可以在后，可以在前，啊，双手骗我脸，啊，他可以骗，啊，他双接，他主要是双接，啊，从头来，啊。劈炮，他骗我脸，调步，啊，他调步，他调步，他调步骗我脸，他的侧面，啊，他这边斩我，他斩我，要双接，双接手，啊，双接手，套路是接他这手，或者打他这个肩，这就实际用，都是一。打他面门，啊，双接手，双接手，他这个手啊，他可以在脸上护着，啊，可以变掌，那脸这护着，啊，不要挡眼，做胯，啊，他给我个轻功探爪，他往我脸上探，啊，我双接完了，我这边要双接，但这边要双接的情况下，啊，手要打偷手，啊，要打偷手。双击，他呢？对方不要动，啊，三体式，啊，所以三体式来好，对方不要动。他这手他叼我，他往外叼，这手推，要推我这手，连叼的推，补上蹦圈，啊，他补上蹦圈，补上蹦圈以后，他做胯，蓄力挺进，要三体式，要有神意。我回挂他，回挂他，我打后行手，因为他这个柱点呢，这个柱点他一挨着我，我打后行手，因为这个挥肘啊，为啥说肘不离内，手不离心呢？这挥肘都可以把这个手，他可以挂下来，啊，一下，啊，这边他退步，纵，穿我，啊，不要太侧，因为这个形意东西都是45度角的。他穿我，
因为我这猴现在他窗户他要挂我的手，啊，他要挂我的手以后，啊，我这儿那个准错着他，都在粘连绵水都在粘着，啊，我从底下挑，啊，挑架他，这也叫十字手，啊，十字手变化很多，十字手接他手上去，准错上步，趟那步，趟他打炮去，啊，他都跨，啊，打炮去，他脚又虚，啊，也可以撩他，错他，破他这腿，要持住他，他退步，斩我这手，劈我这手，啊，劈我这手，我这手又护着天庭，那护着天庭，他会劈枪没斩呢，我崩枪，啊，我崩枪，我说有千斤之力，我这撑杆子。也是他这个属于斩嘛，属于撑托，因为斩他给我力给我撑下去了，我这手在上在天庭这往下踩他这手，啊，打单风光耳，啊，这脚要上，手脚要合一，啊，打光耳，在似打非打的时候这脚都在持住，啊，都在持住，他还往后纵使这手挂我，他又挂我手，他把我这锋芒啊，把锋芒他给我让过去，啊，让过去以后，啊，他还在准错着，就是那家伙都在准错着，不要离开他的船上了啊。虽然他这是个套路，但是这个变化手这个神也有，这手啊一喝，啊都喝啊，这都是皮圈变化，啊这一来。还劈他，这手我斩他面门，啊，斩他面门，脚趟下来，趁住，啊，立，啊，立主要在后头，行拳是，尤其老孙家拳是后手发力，啊，牵手达人，啊，他如汤荒，他退这脚，啊，退这脚他又挂我手，那手又挂，啊，他退回挂，钻穿，他又挂我这手了。挂住以后，啊，都准错劲呢，啊，都是螺旋钻我拧翻，啊，起位钻吧，啊，这个形意东西啊，都是准错劲。我还从这儿过来，还十字手，因为十字手变化无穷啊。我上来以后，我绕他，不上来绕他，绕一圈儿，我给他绕到这个小臂，我滚动他，啊，我夹肩，这夹肩的时候啊。这个锁进来给他背折了夹肩的时候，但是这时候不要掀着搬他啊，要走这个横劲啊，是拿腰转，这个手不要动，这个手为啥不动呢，腰转手都动啊，就跟老雕一样肘转他往后他都纵双接我，他纵出来了啊，他纵出来了，双接我以后我马上撤这步都龙星啊，都龙星跳啊，这龙星跳啊要悬起来，这还得踩着，它是两来劲儿啊，啊它两来劲儿，它为了防止它怕我踹它啊，它把腿它就撤回来，这手它准错回去，因为它不让我踩住，它螺旋呢我得悬起来劈它啊，龙星跳劈他，啊，他坐胯，炮上钻过，手心冲里，最后手心冲外，啊，关键够的都在这滚动劲，啊，这滚动劲，哼，大半步，半步跟，就全半步跟呢，啊，一滚动，啊，他坐胯，打他这个心口，啊，但是他不等着我，啊，他抓肩。他抓肩给我穿出去，抓我的肩颈穴，啊，他就抓我的肩颈穴，给我胯，啊，放松，抓住我肩颈穴，我这手不能闲着，这粘着他，叼着，啊，拍打他，目的就是把这个点给他破坏了，拍出去还劈他，啊啊，他虽然他抓我肩，我不能让他抓住，在刹那间，啊，我得给解开，啊，解开。但是他对方顺这个惯例
他螺旋又传进来，炮掌啊，这一来，他又传进来了，啊，哗，又劈上我了，劈上我以后，我不能让他劈住，我又坐胯松沉，把气沉下去以后，把这力给他沉下去，啊，沉下去，这手往上准错，还是在双节滚动，双节滚动要松开，有弹簧一样。他这个青龙探爪很关键，这个形意拳这个安身炮啊，这个手法呀相当快，他力太大啊，一雕崩挺大，我可以靠着踢探他找横进一落步就是崩拳啊，这崩拳他挥手就劈，不动步不动步不动，挥手都劈啊，那劈这王虎打了啊，我打他这个我对子嘛，他劈完以后这劈拳呢他为斩首啊，后头裸带着我呢啊，他这打接着我的气血呢，这个拳要拳心冲里，他踩不住，他都踩住劲，拳心冲里这边起不来，因为他是压着我，这压着肘呢，啊，抬不起来啊，他抻着肩呢抬不起来，这形意东西都是坠肘松沉拳心冲里，最后拳心冲外抛拳破了，然后坐胯脚步劈，他吃着我的脚了，那，啊，他买着我的脚了啊，他要勾挂我也行，这不勾挂就我得赶紧跑，我这因为啥我要破他这个劈，错步啊，这个双错步啊，一坐下去骗他的侧脖颈啊，那坐胯松开松沉啊，这回他双节破我这手，但我这手不要躲啊，这个形意东西这个手啊伸手不见手，我就探他的脸，他接受这手我就在这儿还是探他的脸，他双节偷手，他一双肩就都是一崩拳的投手，他挡了，他我有感觉以后，我挥手，这手都挥了，一二三，啊，大猴型三把手，我就躲他这个点，啊，猴型，这回他要挑我的手，对方近身炮，啊，他上步后脚上来，他挑我的手，近身炮，后脚上来插我裆。脚踏我中门插裆里啊，你都把我打下来啊，走胯啊，他这手跟长拳不一样，长拳是架着个大射了，这个形意东西啊是歇脚挑打炮拳接人炮，我退步劈啊，退步劈那也未斩啊，破他这手我都是冲脱啊，他多大的力，我给他一抻他下去，但是对方就踩我的腕儿，打单峰过耳，打单峰过耳啊，熊是啊，这个风帮啊，这个来势汹汹啊，但是他踩着我也不怕啊，踩着怕我得拧着拧翻着挂他啊，奥妙就在这儿啊，他拧翻着你摘不了，非得从他虎口这拖啊，拧拳心冲里坠肘，这腕子他都不好受啊，腕子不好受，这个刀耳他摆着我太阳穴这呢，我这一点都破了，一点都破了，我错了啊，都已经给错开了，给他错开以后我做胯，对方这个手我这手相当快，他这手给我抹在了这头，这个皮圈呢啊，这都是个皮圈的，都这么快啊，这怎么啊，很快也可以打脸，这俩手又整上劲啊，整上劲错他这手，哎，错他这手，错他手以后把点给破了，对方他要上步埋脚啊，他埋脚他要夹我的肩啊，他绕手
抓我的肩，上步，绕步，夹我的肩，啊，喝肘，背我的臂，把我这个波儿，他一涮腰，啊，把我的失踪，啊，但是他搬的时候不给他力，不给他力，要给他松开，松开往后纵，啊，行，他就进尖桥，啊，进前脚，错了，退后脚。他这边他不搬吗？双击手往后纵他，啊，这一纵他，啊，他这个手，啊，他要往我脸，啊，又双击，啊，我又双击，双击我偷他，啊，双击偷他，啊，双击偷打，他踩我的手，啊，挥手踩裸住我这个手，啊，裸住我的手。还走狸猫上树，啊，走狸猫上树也可以，走龙星跳，那他车后脚、车前脚、上后脚就踹我这腿，还要踹我腿，那脚就起来还踹我，连踹带劈，我得撤，那手劈上了，啊，这手劈，啊，连劈，这回他又传上来，啊，他又传上来，挑打我，啊，炮掌，啊，变炮掌，挑打我。都夸听到了，他说我船长抓他肩颈线，他连丢再拍，这个又往我脸打，又往脸打，连打我还得双击，啊，还得双击，双击他这脸又往我这探，啊，我说又双击偷打，他挥手都劈。再换个角度，连拆解再比划，因为他这个说是有套，但他是法不定法，他可以任意变化啊，虽然是一种套路，那人们记熟以后练熟以后啊，他可以生生不及，变幻无穷。我俩是三体式啊，对垒啊，我进步甭圈，也叫金鸡十米，啊，我哼拨它，我把它这个梢颈，我给它拨出去，把这个锋芒我给它拨出去。虽然我俩三尖响对拨出去，我打蹦圈，他退一步，金鸡独立抬脚，啊，又把我的顺劲，横破竖，把我这顺劲，啊，把我这个给我破了以后，他这个蹦圈，从我的心口或者软肋打来，啊，我呢。因为我这个劈拳挥肘劈他，破他这个崩拳，所以说这个崩拳啊，劈破崩也可以打他肩，也可以打他脸啊，哪儿都可以打，所以他这个对子任意可以变化啊，我还可以这么拨啊打他，他挥肘还可以劈我，挥肘还可以劈我啊。啊，这都随意的，我这边还可以崩他，他又劈我，说他这个变化呀，他是不可间断的，啊，他这个循环无穷啊，我还可以往下，啊，压他崩他，啊，压他崩他，啊，踩崩，还可以，他任意的变化，哎，他调打，他调掌呢，我还可以崩。还可以崩他，啊，这都可以，啊，都可以崩，啊，我这一坠肘，啊，很快，这一坠肘，啊，还是崩拳，这崩拳变化呀，有拳心冲上的，有拳眼冲上的，啊，还可以手背冲上，这都属于崩劲，是崩拳，啊，这回我是进不崩，啊，他退不崩。我说劈他，啊，这破他了，他炮圈破我这个，啊，破我这个劈圈，我错步劈他肩，啊，劈他肩，
或者是错步劈他脸，啊，这都是一种变化，这变化是很多的了，啊，还可以斩，这回他骗我，调步骗掌，啊，他就破我了，骗我，啊，斩我这个斩首啊，打我这个要害，啊，这就是打上了以后啊，人的休克，啊，他可以斩，是吧？我呢，随意变化。说他这个斩的时候啊，这个八字工人啊还有个接，是吧？还有个接呢，他我劈他以后他斩我，斩继续斩，我可以钻错，因为这个形意啊，这个错也叫钻拳，钻拳螺旋沉肩坠肘小指翻天缩肩缩胯，他是二整力，这才是接，他可以接他力啊，这是随意的，啊，这是变化。跳步劈，啊，他在骗我，他骗我。在这个安人炮里啊，他是双接，啊，安人炮里是双接手，双接手呢，也可以背他，啊，也可以背他，啊，这都可以，这手法变得挺快。这打他这个中节了，中节工兵半身空。啊，我是个螺旋劲，啊，他跟这个损失东西跟别家他不一样，别家是磕崩，啊，调打，他这是双接，但是我还可以打接他气血，啊，打他这个接的这气血，把这膀子给打掉了，还可以裸带，啊，这还可以裸带，这变化挺多，啊，也可以砸，啊，再来，啊，我劈他，我可以砸他面门，砸他太阳穴。他耳门，啊，这个双接，说在这个八字宫里，斩截果胯，果都是可以是横拳，还可以横拳为果，啊，偏横拳叫齐横不见横，啊，落顺不见顺，啊，齐横不见横，落顺不见顺。啊，他这套我得滑到迎击头机器尾啊，打他这横拳啊，可以变麻性，他这横拳呢斩截果，他为果啊，他这变化很多的。哎，他这青探爪啊，青探爪在二人炮里他破我了啊，青探爪，我这个双截以后我反双接，这个反双接呀，他套在这儿他是死的啊，因为他这是他可以变化呀，我可以直接往他面啊太阳穴耳胎啊，这都可以双望耳，这都可以双望耳啊，破他也可以骗他，使这个八字骨斩他，这都可以，那他这个变化都挺多。他这个在这安人炮里啊，他摘手，他是拖波啊，还使这个崩拳啊，胯啊，在八字功里他属于胯是崩拳啊，头部这一挂他又快，因为他把这个紧炸劲儿啊都把这个破了，这个胯呀，这个崩拳呢是他是变化挺快的啊，他这齐横不见横，落顺不见顺，他很自然的，虽然他是套路，但带着他的变化是相当灵敏的，他都是一触即发的东西，嗯嗯嗯嗯，都是一触即发的，他这手他都不离开，他雕这中节，这手呢他破我这个烧子节啊，他退，他后脚一退，他经济独立啊，经济独立还抬起来，他准备踢弹我啊，这都可以踢弹我啊啊，这一落步这力啊，手到脚到啊，就我上步都可以使后一三把手，这变化都挺多的，是吧？他不管使什么啊，我这都使后一三把手啊，
我进他退，啊，我进他退，虽然是套路，他也有计机，啊，哎，我空了，打空了，我都回来，我劈他，掉入劈，踩他脚，我得蹬他，挫他，啊，这都可以，啊，他骗我，他骗我，我赶紧接，啊，用这爆发力，惊炸劲儿，啊，步要稳。松开还得弹晃劲儿，他轻看着，啊，我得赶紧的，赶紧的，啊，打他这个，破他这个，他这一拖不打，他把这腿，他后脚一撤，因为他我这风棒啊很厉害呀，我打着他呢，他不撤不行，哎，他撂下来，他撂下以后，他不容他撂，啊，这就不容他落的时候，落，哎，啊，后边大马手都得倒上他。把这立点呢，这个形意东西啊，回首入钩，立打指，虽然是练功是立打指，时候不可强求，但他是咦，要到这儿，要到这儿护他，他呀，还钻错我，钻错他还挂我，还挂手，他这挂手都是钻错劲儿，他不能跑。其实呢，我的手法呢，我上去都，我近身炮，也可以这么劈他，就这么快。你可以这么劈他，啊，怎么劈的有，啊，他这变化挺多的，生生不息，变化无穷嘛，啊，我等上头挑他，挑他是个十字筋呢，啊，这十字筋呢，太极轮，啊，这他损失太极轮，啊，上不进行，啊，挂，准错，啊，都是走螺旋，啊，他那八卦手这个太极手都是螺旋，钻果拧翻。今天，啊，或者躺他里头，或者踹他，啊，这都可以。脚踏中门，啊，脚踏中门，打他，啊，他吐皮，他也可以斩我，他也可以削我，啊，他可以削我。说他这个手法是相当灵敏、相当快的。真不快。这个近身炮在套路里儿啊，他是这么着。其实真正的变化的时候很快，因为他的滚动嘛，啊，形意的东西、孙家的东西，他奥妙都在这儿呢。他滚动这儿都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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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法啊相当快。但他这个死套是这么走，说这么计数以后啊，他都可以变化了。熟能生巧嘛，啊，它可以变化，我钻进去，传进去，挑打，哎，它破了，它破了，它破了不怕，这个形意东西啊，它也有粘连面费劲儿，它弹簧劲儿，它破我可以，直接错，啊，直接错打它这儿，这在八字功里啊，粘结果胯挑顶，它又晕呐，啊，又晕手啊。拖性啊，晕手啊，这都可以破了，啊，啊，立刻都可以破。我使丹凤贯耳，啊，我可以使丹凤贯耳，也可以直接的劈他，啊，哎，贯耳扣买他这个脚，虽然他这个套路啊。也可以勾踢，啊，都可以使，啊，勾踢踹后脚，啊，它一个变化的东西嘛，啊，可以摆动它，啊，虽然它是个套，啊，但是他的人显不出他有一定的套路来，啊，说有规矩，还没规矩，法无定法，啊，法无定法。撤去，这一撤他避乎这锋芒来啊，我都打不过耳啊，他还继续挂，那还是继续挂我，我虽然是打不过耳啊，在套路里是这么走的，但他这里变化啊，变化相当多。他怎么多呢？他这个东西呢，他可以叼他，哼，可以拿他，啊，可以背他，
啊，虽然他在穿着我，粘着我，我还可以，圈他，圈他，插他，他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这手相当快，还可以打他这儿，可以打他这儿，直接前脚是虚的，行，一前脚主要是虚，都可以使腿，都可以使腿，软肋、膝盖、脚，这。他这个腿法也相当多，他一传我，挥手都劈，我怎么劈都有，他反嘴巴，他反嘴巴，他一跳，你破我这手，这家伙啊，所以他这个套路都相当快，他这反嘴巴，那我进攻，我得调入皮球。我就打他脸，或者穿他眼，或者穿他后，或者穿他软肋，这个手法相当多，或者是捋，或者是领，这个手法相当多。他这个反嘴巴就到这儿了挂我挂我这个安全炮人他这变化人他这是这个形意他这个损失形意的这个八字功他表现出来斩截果胯挑顶是崩拳斩截果果胯是崩拳用法领挑他这是雁形他给变化雁形雁形他在这可以出来可以挑打出去胯呢胯就是近身炮近身炮就是他一变我俩来把速度来把速度的看他这相当厉害第一个插我眼一个探我头我呢就得挑因为八字功人斩截胯挑顶云云领走射性我挑他裆我挑他裆我或者直接活上去挑上去或者是直接都变或者是直接给买了拍他这个变化相当多他都捋我他肯定不让我打他去他肯定捋我他可以抓我肩也可以帮我拨子他给我使劲我这一条他把我力点他把力点给我卸去我使劲越大我冲越远因为他这个手法相当快在这捋着扳着脖梗子这二人炮这虽然这是套我呢还可以变化然后我得坠肘破手一定要抻肩坠肘全心冲里因为他要么他就拉着呀你脱不了腕他这还扳着脖梗子我已经失踪了但我往下松沉做胯气往下沉做胯炮掌破它他一捋一破打他这儿打他胸打他脸打哪儿都行这么也行这么托腹托托他都行这变化是很多的他捋着拍这回他掉下来他啪啪他两下一走一变这都可以这都可以变化
他这可以变马步啊！啊，他这个手，他护他的脸啊！一下他打着我，是吧？我可以挥肘啊，我可以挥肘打蹦圈啊，什么都可以使，还可以三把手啊，还可以丢啊，可以丢啊，摆啊，这都可以啊，还可以走啥？后心、前心啊，这都可以变化啊，抬行。因为就打他这个根儿啊、根节儿、胯节儿，净打他弯处啊，这都可以变化啊。因为他这个手法变化相当多。挂啊，他冲，那他使那手挂，那他还是闯挂，因为他这个闯挂这个螺旋呢，这相当妙。行一圈就是钻果迎人，气如刀错啊，挥手如钩啊，因为行一圈他没别的，他都是钻错，切横不见横，落势不见顺啊。你看这行一他就这么快，这损失啊，落势不见顺，他一穿啊，你别看我俩这是个套啊，我俩可以打起伞去，还是这个手啊，都跟GG一样，啊，GG一样，啊，嘿，啊，我跳打，拍，探长，啊，他点上来，我是猴精三把手，啊，破他这个，啊，船长，啊，船长，我可以反，我可以刁反他，啊，什么都可以使。啊，都横拳偷手，啊，偷手，因为他在他滑道底下，他看不着，偷手，啊，这么呢，在套路里儿，我还是狮子手，狮子手钻错他，钻错他，虚灵顶劲，还得气势丹田，要不然这气力不够，啊，闯完以后，我卷他这个臂，啊，卷他这臂，啊，可以给他背射了，啊，可以给他挑出去。这变化就相当快，啊，这套路，死套路，它是夹肩啊，夹肩啊，夹肩儿，横进，啊，它这个套路是什么着？但它变化生生不息，变幻无穷嘛，啊，法无定法，啊，有招有法都是假，啊，练到无为，啊，练到感应，练到一种感应，披服神意。练到一种感应，啊，加他双接，但是我可以不让他双，不让他走出双接来，不双接来上，这个是横进顺进，那都可以使啊。他点双接，我错他，他就是这个力点呢，别看夹着，给他夹折了，啊，他给夹折了，这个骗，这个手法，啊，相当，啊，相当快呀。他都是车间坠肘进的，直而无力，取之力负啊！啊，他可以，他只要往这儿一来，打他这个腋窝这地方，就打直了。但是这个力点，不要往那边打，要往后肩这儿打，啊，后肩这儿打，他能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手法相当快，啊，哎，他跑了，我呢都轻看着，啊，他这一跑。金探长，他双击，啊，他又双击破了，他软肋他又给我补上了，他又给我补上了。其实我挥手的劈，这都变化的，这是你快，啊，变化的，我随意，啊，变化，啊，他用的这手啊，很简单，手就这儿藏着，只要这杆子给衬住，这憨着，鼓荡，抽，往里缩呀，啊，什么都是以神作之理呀，啊，只要是。一缩，一样一变化，看这手，就在这儿，啊，它很快，啊，转错拧翻，啊，你看，啊，都可以使，都可以使，相当快的要变化套路了，啊，厉害输了，啊，我不看他怎么，我也加他肩，这个船长是吧？他退出，他给你踩他，叫他踩不溜去。啊，行，他这45度角，他虽然往上去的，猜七，
买脚，啊，这功法这狠活的买脚，啊，扣着他，再错动马蹬，啊，错着他，这一顶他就出去。我还可以勾踢他，啊，给勾踢他，啊，给踢下来，但是他不让我夹呀，夹他夹着，因为他收你，他收你以后，那我都赶紧变，啊，我随意变一个都有，啊，随意变一个都有，啊，那收你，啊，哎，会手的了破，啊，会手的破，啊，这都可以破，但是他在套路上。啊，他是裸带了，啊，把他这个点给他破坏了，啊，让他失中，啊，那失中这都可以。但他这个带他这个套路里呢，他是前脚到后脚他错步，他一个隆性，啊，我这脚跳下来是隆性，不跳下来就叫狸猫上树，啊，行一里这个里那个啊无性像人类狸猫上树。或者他穿的软肋，啊，他两来劲儿，他这个劲儿，啊，或者是我把这个膝盖只要往上一去，啊，这个往这一垫，啊，这一垫，啊，我再给这个背折了，可以，啊，这个咔啪，咔给举折了，那，啊，他这边他这变化很多，是吧？啊，我继续夹他肩，他双肩，我轻探掌，他托他，啊，他双肩托他。我捋踹啊，我踹他这腿，他非得往后撤，他不撤他给你踹折了，因为我是个龙形跳啊，我是个龙形跳啊，看这手了没啊，这个你虽然他是个套路是吧，哎哎啊，他是这个东西啊，他只有那他只有跑，他只有跑，他还继续挂着个手，他挂着他要走三角支撑力，他偏一点话也传出来啊，三角要想对手尖脚尖臂尖三点成一线啊，他差一点都不行啊，他差一点咱我都进他这滑道啊，就直接的进去，啊，直接对他啊，嘴鼻梁啊咽喉啊这都可以，完了我继续啊，继续变手啊，这都可以变手，这都可以变手啊，随意变手啊，但是他这变化也相当多的。他来不怕，啊，他来吧，这看着他，知道看着他，知道看着他，啊，知道看着他，啊，我继续打调掌，调掌，调掌也不是躺架，跟长拳不一样啊，不躺架，但是他给他拿折了，啊，他是弧形的，啊，这个形意东西啊，无处不钻果呀，嗯，啊，他双肩，啊，好，夹他这来，我得赶紧的得踹，他撤，啊，我这一挑，他立刻抓我肩，他抓我肩抓我这个肩颈穴呀，啊，他抓我肩颈穴，我不能他抓住啊，哎，在似抓非抓的时候，啊，在似抓非抓的时候，啊，我都得用意，我得抖他头，啊，我得抖他头，啊，一挑他，他一抓肩，他一吃步，抓肩，我丢。啊，他套路上是这么使，啊，套路上这么使，但是我可以背他，啊，可以背他，啊，他可以背他，啊，坎波，金子妈妈，啊，斩他，这手都这么快，他都别动，啊，看着啊，我这一夹紧，所以这套他跑了，他跑了我赶紧追他。他打上来，打上来他又得有那种感应，啊，你要是气能寸的这儿，啊，那他得出去，是吧？那他得出去，啊，但是我呢，我不，我把他力点我引了，我化开他引进落空，啊，我海踹他，一劈他，他直接他都中线，不让我劈住，打我脸穿呐，啊，这手他。
这都可以啊，他这手他走中线呢、啊。我这边你看他不让我过去，他直接他这手穿我的挑打，在八卦里叫炮掌，在太极里叫损失太极叫玉女穿梭。啊，这炮掌他找我钱我丢劈，他就是他甚至关键他在挑去了，因为他又劈我，他还挑劈我。螺旋进来了啊，这一螺旋啊，他这螺旋一进来他都给我破了。嗯，就我这个叼劲，那他画个弧，对方啊画个弧，他又卷进来了，啊，他借这个劲儿，啊，他卷进来了，卷进来我这手呢，怎么使都行，我双接也行，啊，双接也行，啊，我直接领他，让他失踪，啊，因为他这变化很多的了，是吧？他这一轻探爪，脸一拉。我这一接我还可以背他啊，还可以背他啊，还可以背他啊，这变化相当多了啊，他都出去了啊。哎，他是探长。他看着我赶紧的，我得崩他，我这双接啊，双接崩他，他得叼车步啊，或者他的进攻，他继续，他把我这他再给我破了。哎，他就是又崩他啊，心窝我点了啊，我不容他啊，我不容他啊，捋踹他啊，这个怎么的啊，他这一来啊，我还是弄行啊。哎，但是给它变化一下子，因为它这变化无穷嘛，啊，变化一下，顺它这劲，嗯，啊，给它拧过去，给带过来，啊，这都可以，啊，它这个套路，啊，它劈着，啊，它可以变的，啊，或者是因为它为啥我说这个前脚要虚呢？起来的撩裆。窝心脚啊，高了他点的下巴呀啊，点的下巴呀啊，这里是变化挺多的啊。我哎，大射性他撩裆，他撩裆，我得点给他破坏了，搂他。快探长，后来怎么着？就快。哎，佳娟，哎，双姐，